这个就是，那我们就是首先是就是找到一个 x hat，那这个 x hat 它是不等于 b 的，所以呢，所以它就是跟 b 会有一定的这个偏差，就是 b 减去 a x hat。那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 residue。对，这样的话就是。就是这个 b 减 a 的 x hat 就是那个residue 的一个定义，这没问题吧？那这样的话就是说，我们现在想要非常好的拟合这些数据的话，我们就是要做到这个b 减去 a x hat 最小，这个最小。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达到一个好的一个效果。那进完这个 b，因为这个。